掌厨。包菜250克，五花肉350克，蒜末、葱白、姜片各少许。调料：盐3克，水淀粉10毫升，鸡粉、白糖、料酒、老抽、食用油各适量。做法：洗净的包菜去心切成块，洗净的五花肉切成片。锅中加适量清水烧开，加少许食用油，倒入包菜，焯煮约1分钟。将包菜捞出备用。用油起锅，倒入五花肉，翻炒2分钟至出油，淋入料酒，加老抽、翻炒上色，倒入姜片、蒜末、葱白炒香，倒入包菜翻炒匀。营养分析：包菜含蛋白质、粗纤维、钙、铁等营养物质，具有补骨髓、润脏腑、益心力、壮筋骨、清热解毒、增进食欲等功效，对睡眠不佳、耳目不聪、皮肤粗糙等病症患者有很好的食疗作用。加盐，白糖，鸡粉，炒约1分钟，倒入适量清水煮约1分钟，制作指导：烹饪此菜，五花肉要选用夹层的，这样炒出来的菜肴更鲜香。加入适量水淀粉，快速拌炒均匀。盛出装盘即可。口味鲜，烹饪方法炒，功效清热解毒，适合一般人群食用。看视频，学做菜，就选掌厨。